等埋我啊！七楼。Hello， 我们已经 Q 到四楼了，从七楼 Q 到四楼。来看一下那个对于。不要看那个 Q 在那旁边，它很快它就开始。可以了啊。哦。里面人是很快的。里面很快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所以我都在想叫不会快咯。但今天是除了其他可以再来。今天是 Good Friday 啊。今天是好星期五，我们来吃好点心。But 至少怡宝啦，就是它就是这种大大的场地，然后那边一个舞台，然后摆酒这样子，那它就会分一个楚河跟汉界，就是男家女家，然后摆酒这样子，就通常都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。哇，吃完了哎，今这个是我小 BB， 小 BB 对这一餐打多少分呢？有什么重点想要讲的吗？重点想要讲的是。莲蓉球很好吃，很脆，然后芋饺也不错，可是它肉比较少一点，它芋饺那芋头比较多，肉比较少。然后打看哇，它打那是很多很多层那种的，然后很酥很脆。然后姐姐说，姐姐身为一个蛋挞爱好者，她说蛋很香。这份一定拿多少分呢？哇，最近的评分都好高哦！叮，这个就是。请问你对这餐有什么评价呢？好吃，有多好吃呢？很好吃，可以给多点汉吗？不要拒绝我。好吃。Camera shy 啊，这份你拿多少分呢？8.75。OK， 谢谢你的访问，拜。好吃，很快就到了，食物全部一来到他就问你要不要吃，要不要吃，要不要吃，要不要吃。为什么你还生气？我没有生气。排队排一个小时。排队排一个小时是正常嘛，刚好吃。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蛋挞。第二好吃嘞？芝麻莲蓉球蛋挞，然后甜品也是不错。我觉得它反而它搞出来没有什么。啊，下午出来很好吧？是吗？我觉得还好。就品类都 OK 啊，不好吃不好。他搞 OK 咯。茶咯。炸包才好。他那个油条是很小很大只。那你会来吗？会。你这样排个小时哦，你会生气，然后你会骂我了。大笨。哈哈。流程还是要跑的，各位。8.123分。OK。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这是上次跟朋友去吃晚餐，然后我们 discuss 的东西。他就讲日本人很奇怪，就是他们有创意，他们就很喜欢发明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比如说这个牙签，其实它设计就是你可以拔掉它的上面，然后这样子把它放着，这样你就不怕弄到你的牙签肮脏，就可以再使用了。
这样子啦。然后我一个很好笑的朋友，他就讲，其实这个是拿来放筷子的，所以刚才我就 diss 他讲，我就 send 了这个 video 给他讲，放筷子的话就变得很奇怪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刚刚我不小心弄他生气了，啊，就不要跟我讲话，还当中间没有拍啊。小 BB， 嘿嘿嘿嘿嘿。